网狗花招越来越多了呢，对啊，花招不够怎么满足你们这些小王？大家好，我是网狗，我今天要挑战的一个都市传说，它的名字叫做娃娃鬼。这个都传的玩法非常的简单，把头发的灰烬抹在娃娃的眼睛上，接着念一段咒语 ：Here is my home, come with me, we all have a lot of fun。连续念三次，就有亡魂附身在娃娃的上面，再把它丢弃。据说在一天之内，才就会变成娃娃鬼，跑回我的房间找我。感觉要浪费一天的时间了。OK， 那我们不多说，准备开始吧。嗨，感谢你的牺牲，我会同情你的。相反，再相反。OK， 我拔下了我的头发，但是这么黑你们应该看不到，就当作有看到吧。烧它。接着把灰涂在他眼睛上，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你的那一集。阿金，你唬我啊！我也看得出来，他眼睛已经有继承了我的血脉了。烧起来好重，哦，比烤肉还要重哎！我是讲真的，有，是不是很重？插头插太多啦，不是插头吧？是因为我刚刚烧头发，只是好重。那你废话，就烧头发。我们现在是念咒语，让财知道我们的家在这里。Here is my home. Come with me. We all have a lot of fun. Come with me. Here is my home. Come with me. We all have a lot of fun. Come with me. Here is my home. Come with me. We all have a lot of fun. Come with me. OK， 我们真的要去把它丢弃了。我们现在呢要选择丢娃的地点，那我觉得，后面这里比较亮，我们就把娃扔在这好了。这个地方，等下回来的话，记得不要在6点到9点，因为没有人会帮你开门。你给我坐好。可我觉得他好像还缺了点什么。这样帅多了。好 ，OK， 那各位，希望我们明天来的时候，他可以回来。然后不用我们自己来接他，对，因为你们知道狗狗自己会真的回家吗？是蛮酷的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回去讲，拜。等一下它掉了。好，捡好，乖乖哦，不要再乱掉了。那各位，希望我们明天来的时候，它可以回来，然后不用我们自己来接它，对。那娃娃现在要落下的时候，它屁股上有一个红色的光，有没有？它下去之后瞬间不见，然后它接着上方出现绿色的点点，左边也出现绿色的点点，接着那个点点又出现在上面两次，那接着又跑到左边，我再重播给你们看一次，先出现红色的光，然后就很像绿色的幻影，然后好几个点点在那边作祟的感觉。我刚刚讲的一个狗狗的故事，就是之前呢，我有去过一个就是像护生园那种地方，流浪狗的家。就听里面有一个干部，他就说有一只狗狗呢，他被别人送到那里去。那个狗狗好像知道自己要被弃养了嘛，大家千万养了动物之后就不要弃养它们。他从他主人家搭车到那个流浪动物之家的路途，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距离，而且他们还要爬山去。动物之家的员工派车载那个狗狗的时候，他就看着狗狗，那狗狗就一直看着窗外，好像在思考什么事情一样。后来呢？他们准备要把那个狗狗放下车的时候，那狗就突然冲，结果他们就蛮焦急的，就开始找，但是最后还是找不到那个狗狗。很悬的是，他们隔天接到那个主人电话，主人说那个狗狗在他的家门口等他。那个主人就觉得很生气，那个员工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一直看着窗外是在记那个路，但那个主人他并也不是要弃养，他每个月也会捐款过去。狗狗现在就乖乖的待在那个地方。我听完真的是觉得很厉害，动物真的是很强。可我们的柴哥看起来就笨笨的，我们的明天的时候看看柴哥会不会敲我的房门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柴哥他有没有在呢。傻眼，柴哥你怎么躲进去了？身心害羞啊。看一下，你还是一样在这过得好好的，果然不出我意料了。柴哥又回到原点了。